为什么这套装甲这么眼熟？里面是不是钢铁侠？大家对照一下这个动作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而且我很期待能不能用这个动作打人，特别爽吧！没有错，兄弟们，堡垒之夜又整活了，这次联动了反浩克装甲，有好几种款式可供选择，皮肤、背饰、稿子还有动作，应有尽有啊！看这个款式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帅？一共有八种款式，非常的良心。戴头盔的、不戴头盔的都可以选择，而且还有一个内置的变身动作，有什么可说的，必然拿下呀。那么咱们本期视频的主题就呼之欲出了吧，那就是挑战用反浩克装甲套装获得胜利，咱们再给他搭配上暴风战斧，哎，这满满的压迫感，谁看见谁不害怕。不仅如此啊，咱们还得给他搭配一把暴力武器，大家还记得爆炸狙击枪吗？就是那把发射马桶手雷的狙击枪，他现在就在这里。那么咱们就给反浩克装甲搭配这把枪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内置的变身动作，有没有感觉，兄弟们？钢铁侠的头露出来了，然后试一下稿子，哎，这手感还不错呢，虽然看上去比较笨重，但是用起来手感特别好。哇，兄弟们，我们又解锁了一种外观，这个外观不错。哎，为什么染了这个金属之后没法变身了呢？应该是没做这个动作啊。不管了，咱们去找这个 NPC， 然后买一把爆炸狙击枪，挑战正式开始。来了，爆炸狙击枪到手，虽然枪到手了，但是还得找点狙击弹药啊。等等，我好像看到前面有人。应该是啊，他就在前面蹲着，只要打中他就没了。No. 来来打中，哦耶！哎呀，嘎巴大佬，完了完了，没打死。哎呀，这东西碍我的事了，本来要跳的，哎，完了，跑了，算了，不追了。看来跑得很快啊，他在这里换了好多武器啊，喷子拿着吧，再拿把冲锋枪。OK， 挑战正式开始。现在我们有武器了，居高临下找找人，还真的有人，命中一发，再命中一发，他完了。他没了，只要打中就是85。这把枪的优点就是弹匣容量极高，然后发射速度极快，而且精准度特别高，在不能打板的模式里就是一把大杀器啊。但是现在咱们在打板模式里，所以说威力并不是那么大，给自己增加点难度嘛。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人，这边有人打板，没人。哎，有人打架，在这边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，找个机会。哦耶，没了他，必死。现在玩这把枪啊，有种出其不意的感觉，他们都不知道你打过来的是炸弹，所以说就可能不会躲，然后大部分人就会被炸死。大家可以用一下这把枪，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效果。我听到这边有人用滑索，咱们狙击一下，看到他了。 No 完了，哎呀，鱼苗不行，赶紧溜，咱们还是离得远了再打吧。这个小房子就不错，咱们藏在这里打，希望小房子里没有人，应该是没人啊。 OK， 看一下他在哪儿，他敢露头在这儿。哎呦，要冲我这是。No. 哎呀、No. 打不到他，完了，赶紧溜，感觉惹不起的样子。哎，咱们就边跑边打，他应该没有发现我啊，他敢露头。来喽，没打到，这打不到吗？他好像还没有发现我啊。打到了，如果是狙击枪的话，他已经死了800次了，不露头了。咱们捡点蘑菇吃，先把甲补满再说。我很怕他打我，所以说咱们速战速决。哎，打我，他真的打我了。呜 ，no， 好了，咱们逃出来了，满血满甲，又可以一战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找不到我吧，先搜一会儿，多准备几个弹射手雷，方便逃跑。OK， 可以去找他了。打不过咱们还可以跑，所以说不虚。在这儿，哦吼，哎，哎呀，打板的话这把枪就不行了呀。出来出来，终于露头了。幸亏他不是狙击枪，我们还可以打，打中破甲了应该。 OK， 应该只剩一点点血了啊，咱们直接弹过去。 Surprise！ 他还没发现我弹过来了呢。哎呀，装备好豪华呀，全是金色紫色的，可惜了。 Let's go， 继续决赛圈进发。前面有人，看我的爆炸狙击枪。 No， 别走。 No， 我看你怎么躲。打中一枪，打中两枪，哎呀，没打到，打中一枪。哦，两枪，再来再来，三枪，呼呼，拜拜。 Nice， 前面又有人打架，说不定还可以捡个漏，看一下。打完了，应该在这里啊，直接打进去爆炸。哦，在这儿，嘎板大佬，全给你炸没，我看你怎么打。他应该没血了，我感觉刚打完架，应该是没血，试一下，只要打中一枪我就知道了。在哪儿？不见了。哦，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哦 ，nice， 没甲了，继续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炸不到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卡呢？
完了完了，没有机会了，直接走。哦 ，no， 怎么突然这么卡了？关键时候连枪都切不出来了。走，没了。哎，终于发现他们了，在打架。打完了，那我就冲了。Let's go， 应该在这边啊。人呢？在下面，就在下面了。哎，在这儿。哎呀，出师不利啊，先把他的本打了，然后来个关门打狗。我就不信炸不死你，这么多炸弹你还能跑掉？拜拜。 What， 这把枪打了122的伤害，太夸张了吧兄弟们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挑战成功了，喜欢的兄弟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